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啊，第七章，来，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这个就是啊，用这个道理，然后怎么样修身养性。其实这每一章都是修身养性的，这一章里有一章你明白了，好了，你中国人做毕业了，你是炎黄子孙，哎，你毕业了，有一章你明白了，你按照这个一章去做都不得了。我曾经在学佛之前，我就是《道德经》里面，这里面有一章两章，有一点明白，就得到很大的受用。当时我学的时候，第一章我并不懂，啊，道可道，非常道。那时候说，只是说啊，道可以说的时候，就不是他的真道了。这个我有点知道，但是真正的这个里面啊，你像后面的啊，故常无以观其妙，故常有以观其角，这是不知道的。学佛之后，我现在反过头来再看《道德经》，才有点知道，当初并不知道。但第二章我有一点明白，哦，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物以皆知善之为善，是不善矣。物有物相生，难易相成，长下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个我当时懂。所以当时就离开那种执着啊，那种攀缘呐、啊，我想要怎么样啊，那都没有了。然后第三章里面，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实践这个，哎，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店的不开了，不赚钱了，天天就躲在房间里啊，哎，什么事也不做，当时。吃饭到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吃完饭跑到房间里躲着，哎，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宅男，对不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在研究这个，我把身心就是体验这种，当时很奇特的，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啊，哇，这个整个身心好像这个文字它的力量，我的心去理解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身心就是完全把文字的这种表现的意义跟我身心合在一起了，所以合起起的时候我就读不下去了，这个不再读不下去了。你理解的时候，它就会有理解的力量的，你就会处在这个力量当中。哎，不理解的时候也没意思，所以理解了也不想往下读了，不理解有时候也不想往下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我才知道，哎呀，老子《道德经》不得了啊，每一章都不得了，你一句话能明白都不得了。哎，有一句话理解都不得了。所以后来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就忽然的，哎，奇怪了，我坐到那边，有时候看，有时候不看，就安住在理解的状态里的时候，奇怪了，我身上这个经络跳，那个经络跳，就开始跳跳跳跳动，然后从前面跳到后面后背的跳，砰砰砰砰跳，都开始这个经脉都开始跳，哎啊，躺在那边心整个安住的理解的状态里，然后虚其心，我那时候想，是啊，这世界这地球你死了，它地球照样转，所以心就把虚下来了。所有你追求的一切，就第二章所讲的，皆知善之为善，是不善也；皆知美之为美，是物也。哎，你所想的，你所本来所建立的那一切，其实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嗯，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是，为什么我会来研究《道德经》呢？就是觉得生命活着意义，这个生命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那么痛苦，然后追求道也好追求不道也好，真实意义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再来研究古人是怎么活的，一代一代人能活下来，五千文明能够延续下来，到底我们的五千年文明是什么？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态去学的，所以一学就进去了。哇，太美了，我从来没学过这个，以前读书从来没读过这个，哎，这个太美了，然后就整个的身心就浸润在这里面，然后这个就开始虚其心实其腹，真的是虚其实。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实其腹是呼吸呢？哎，呼吸饱满，腹子让你每一口呼吸都到达肚脐的这时候，半天有的人心烦意乱啊，你就调息，没事就数呼吸，自己数，眼睛眯着数呼吸，呼吸一下为一次，这样数，数到十下，你的心就安静下来了，你就不想家了。为什么你想家？你讨厌这里啊？这是你生烦恼了，心生烦恼了，你知道吗？心一生烦恼，气就会乱，气一会乱，身体就会不好，你就会觉得这个痛那里痛，要去医务室。真正的病根在哪？病根在心。那你要治病怎么办？你先调这个气，把气顺下来。所以虚其心，这个腹就会实，这个气就会通通畅。若其志，哎，然后这个骨就会强，哎，这个精神就会饱满。精神一饱满了，你的十二条经脉就开始恢复元气，恢复元气开始就是虚的地方，它就给你补足，补足了之后，十二条经脉就开始通。十二条经脉一通，最身体里面是十二条经脉，对外在就是十二个月份。对于这个一圈来说，就是二八星宿，就是跟本身就是人天相应的。中国儒家的最高境界，人天相应，人天合一，是因为人和天本身就是合一的，本身就是相应的。所以你好好老实学，你不学，你就割断了你本身相应的，你让它不相应，那你就成为一个流浪者，这么个孤独的天地之间那个孤魂野鬼一样。虽然活着也像个孤魂野鬼一样，不知道依靠自己真正的生命的本体啊，去依靠那个钱，依靠物质，要靠那个毫无那个的，哎，不实有的东西啊。哎，有的人依靠电脑，有的人甚至死在网吧里，他真的口吐白沫躺下去，那个电脑上还在动，还在动，又不会管他的。但是他不知道，哎，他天天他追着他。把自己的命附属于那个电脑，颠倒不颠倒啊？哎，所以要正其生命啊，要正其。这儒家里面的这个最高的就是大学，大学的宗旨在明明德，明是什么？能够明了，也就是观自在的那个观。哎，明明德就是观自在，因为自在的本身就有光明的。本身就是清净的，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什么？这个本身都有的，这就是在佛教里叫佛性，每个人都有的佛性。
在儒家里说啊，人天相应，人天合一。我们人跟天地本身就是相应的。我们前面说，我们本身就长于天地之间。所以经常我也提醒大家说，哦，我们长于天地之间，你不要仅仅只依靠哦，我吃的东西是我生命的支柱，吃的东西只是你生命成长的一部分而已。如果用食物来分的话，这个食物分物质的食物和精神的食物。道德的食物，还有那个不可言说的啊，那个前面说的啊，玄牝，玄牝就像《妙法莲华经》讲的那个妙一样，众妙之门，那也是食物。哎，如果你能够安住的，你能够吃到那么高级的食物来，你可以不用吃饭，也不用喝水了。我跟你说，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吃到那么高级的食物，我们暂且只能吃那些低级的食物。所以还要出汗，还要大小便，因为你吃的那个食物只是能量的一个载体，比较低级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人往高处走嘛，你总是要从低级走向高级吧。所以你这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的学问这么的博大精深，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种那个学问。哎，我们中国人的学问是有完整体系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阳历有阴历，对不对？外国有没有？外国没有的，外国只有阳历没有阴历，那说明中国的这个历法科学，因为我们多了一个参照物嘛。阳历是以什么为参照物的？太阳。我们的中国的农历是以什么参照物的？哎，我们又有太阳的参照物，又有月亮的参照物，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更完整呢？外国人只有太阳没有月亮，他忽略太阳不忽略月亮不计，是不是我们人类的一大损失啊？哎，所以大家要知道，要有一种民族自豪感，知道吗？所以我们农民种地依什么来说的？依阳历，24节气是依阳历。啊，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地球绕太阳一周是阳历年的计数法。农历真是对关系我们人关系最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月亮，因为月亮这个天体离我们地球最近，它绕我们地球一圈的时候，我们人、我们的海水、我们的很多的节奏，全部都是随着月亮变的。哎，所以种地这个植物的生长。要看太阳，修行我们人的这个生理期要看月亮，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足，比较自由嘛。我们反过来说，现在哦，你是英国总统的儿子，你能随便来我们会议室吗？那就不行了嘛。哎，所以富贵凡修道难，他拥有世间的福报却没有办法修道，是不是损失啊？哎，你说富贵很好啊，那富贵的人发现没有办法修道，那损失多大？得了一点点却丢掉一大片。哎，所以这个是我们有了中国的哲学之后，就什么人都能得到其乐，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哎，天不生无乐之人，哪一个生命不快乐呢？不是说我一定要拥有了什么我才会，但是西方人，现在的西方人也不是过去的西方人了，现在的西方人已经研究东方哲学、东方的文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中国的这些文化，因为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尊重的人会得到，像这次我们暑期夏令营来学了，那你们也得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所以西方人他尊重他，也学习到他，他们现在很多的概念都是我们中国的概念。嗯，所以你像美国50年代就开始啊，大片的流行修我们这个学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啊，逍遥游，庄子的老庄哲学，而衍生了什么？美国的有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叫什么嬉皮士。哎，他非常向往这种境界，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从这个身体上，因为没有师父去教他们嘛，他们也不懂这个，
啊，虚其形，失其腹，是为了调息的。哎，弱其志，强其骨，是为了养精的。这个不知道，没人讲，他不会知道的。哎，任你包括你们现在听，你们这一章一章，你们以前读了，甚至我看有的小朋友以前还背过，对不对？你懂不懂意思啊？那师父一讲，是不是就懂了？外国人也是这样的。这研究学问的人说，千年来啊，数千年来啊，那个老子过了2000年以来说，如果不是庄子，天下人没有知道老子《道德经》的意义啊。但是现在我们懂庄子的有几个人？所以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这两天我们是学什么，你知道吗？叫千古之绝学。什么叫绝学？千古这个学问已经失传了，它是千古的文明，但是世间罕有，已经消失了。就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绝学再学起来，再振兴起来，叫继千古之绝学。我们人类有了这样子的绝学，有了这样子的文明之后，就开万世之太平。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安住在这个道之中，那个天下才会太平。如果我们都安住在欲望当中，安住在这个啊这个你争我夺之中，天下会太平吗？哎，是这样一个道理。哎，这个本来是个绝学，但是好在佛教作为优秀的东方文明，哎，佛陀的教法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所以现在作为我们是出家人，是一个和尚，是一个准佛教徒，却要来解释道教的经典。我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眼里，所有的儒释道，它都是来帮助我们人类的，帮助的这个方法深浅不同，目的一样，那种胸怀是一样的。哎，我们孔子慈悲不慈悲啊？老子慈悲不慈悲啊？哎，佛陀也是大慈大悲啊，慈悲的胸怀一样。哎，接引的众生的方法不同，哎，所以在这个《道德经》里面，这个《道德经》整个，哎，他讲虚无，讲自然，崇尚自然，有一点像佛教讲的这个叫自然外道，哎，从这个角度上说，看用佛来看他的话，就是说他有点像外道，但是他啊，悲心切切。关心众生，啊，引领众生趋向本源，这种啊，哎，他又入世又出世，世出世间啊，啊，他对有和无上，有中有无，无中有有，啊，真空妙有，妙有真空，这里面，这个里面又表现出这个又显出菩萨的这个特质，菩萨的特质，啊。但是从佛教的观点来说，研究《道德经》，按照《道德经》修，得什么果位呢？得什么果位呢？哎，他的这种修法可以升大梵天的，大梵天的，哎，所以他其实是属于这个，哎，大梵天的果位。所以在我们佛教里，你不学好好的学这个儒家的孔子的学问，你不知道怎么样做人呢？涉世做人呢、啊，你不学老庄的这些的话，你不能够忘世。他说，一个是涉世，一个是忘世。哎，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学《道德经》的时候，就是有忘世的感觉。所以一忘世了之后，马上哇，12条经脉开始恢元，恢元之后不久，哎，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里跳，那里跳，这里跳跳，过又不晓得跑那边跳去了。大概过了不久，恍然之间，这个头像爆炸掉一样的。但是当时经过第一次的时候是很怕的，我真的以为头炸掉了。这叫什么？这个在中医里面叫百会啊，百会真的叫百会了。本来佛的那个肉顶级像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你们的那个就是脉闭塞住了，不能够百会，因为你不虚。哎，当你真的这个虚的时候，忘事的时候，真的会百会啊，百会会聚集到百会的时候，真正的那叫百会学，百会学畅通的时候，就会头像炸掉一样的砰就打开了。
然后紧接下来就是什么呢？脚，一股气从头哗穿到脚，到脚，然后脚的震动，然后机器再从后面再上来，一开始是很恐惧的，很恐惧，我以为真的人炸掉了，不但头炸掉了，人都炸掉了。这时候就是什么叫脉解，这是一个修行当中叫脉解，脉解开了。但是这个12条经脉如果不充盈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脉解的。所以道家修行里面又追求这叫尸解，这个尸体本来像一个牢笼一样，然后它解开了，解开了。所以一开始我还是有恐怖的，但是继续再安住在这个，再安住在这里面，然后慢慢慢慢，久而久之就不怕了，甚至可以控制啊。这到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只读道德经，不知道什么所谓的修，我并不知道的。后来接触了，去了泰山啊，碧霞祠见了那个道士，然后啊，那个崂山见了那个道士。跟他细细的谈，我才知道我这个现象，告诉他，他说这是大周天。那大周天是什么？大周天就是人和天已经相应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合一呢。如果要合一，那又不得了，合一呢，我现在飞就飞起来了，变就可以变化了，我要变成树马上就可以成树。所以那个周立盘陀就是这个境界。周立盘陀一个字不识，你教他也不懂。他哥哥也出家了，他没人带这个弟弟，结果哥哥也带他出家了，但笨得不得了，连最简单的一句话也背不了，所以就没资格当出家人。要赶他走的时候，他就哭，我就一个人，哥哥赶我走啊，在门口在哭，然后呢，哭得哇哇的，那个泪水啊，哗哗的，然后佛就听到了，佛就过来问你为什么哭啊？我哥哥赶我走，不准我做出家人。为什么不让你做呢？因为我笨。佛就问他：“你真的笨吗？”“我真的笨。”佛说：“你知道自己笨还好，知道自己笨，这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种智慧吧。真正的笨的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笨。一个人能知道自己笨，佛觉得能有救。他说：‘你知道自己笨，能有救。’”那你能听话吗？你笨可以，你能听话吗？我可以听话。你能勤劳吗？我愿意勤劳。你看，他愿意听话，也能够勤劳，是不是还有救啊？那是佛亲自指导他，就你就扫地吧，你什么也不会做，那你就打扫我们寺院吧，扫地。然后扫地的时候呢？你不是脑子很笨吗？你多的不会念，你就念扫帚，那个扫帚扫地嘛，扫帚扫帚。他笨到什么程度啊？他笨到扫扫扫想不起走，走走走想不起扫，你别瞎扫扫扫扫那什么，然后好不容易想起走，是扫都忘掉了。然后天天就脑子就我这人怎么这么笨？然后扫帚，这样扫了好久才能把扫帚两个字说清楚，说全。结果就是这样，扫帚，扫着地扫着走，念着扫帚，后来就念扫着地念着扫帚，恍然大悟，就是进入那个境界，因为忘我的境界了嘛，他扫帚就一心扫地，一心念扫帚，扫就忘我的境界，一进入忘我的境界好了，忘我的境界也好。所以在儒家里面重修行重忘我，你做了他也做打坐，他也修止观，这叫人天人称的止观。儒家是正身诚心，他要止于这个，止于至善，这本身就是止观，但是人称止观。老子的《道德经》的止观是天称的止观，人称的止观的最高，怎么能达到人天相应、人天合一呢？要坐忘，坐到那边止观之中，要忘掉我，坐忘的境界。老子《道德经》里面呢，也要有无我、虚无的状态。在佛教里说最低的，这个声闻称的修法里面，所以他这个《道德经》里面呢讲的。
这个虚无的这种状态啊，无我的状态，和与佛教讲的声闻称的无我的状态。所以他讲的这个里有和与声闻缘觉的修法，哎，所以在这个里面自然就可以被达到这个状态的，哎，所以我当时学恰恰是《道德经》经历了一个声闻称的一个状态，我那时候所有的世间也不管了，也不赚钱了，也不干嘛了，哎，然后啊，这个所有的都心里都不在，哎，心不在焉，都不在那些东西上面了。然后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就是这个达到的。我唐春经就是这样达到的。哎，但是也有这个里面也有确确实实也有，就是说很一种那个啊，这个所以《道德经》是老子他真正的把自己身心体会的。把这个与大道相合的这些写出来了，不可说而强说之，所以第一章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无奈何而说之，是大慈大悲不可说而说之，本来道不可说的，说就不是道了，本来不愿意讲的，哎，就像虚云老和尚一样，他讲我这个痴汉啊，这个明知不可为而为啊，我怎么这么笨呢？强出头啊！你看他自己写自己的一个那个一张照片上，他自己提的这个是吧？哎，这个痴汉呢，为何强出头？不管你是文字去写，还是用语言去说，还是用你身体去表，在这个世间表。这都要有一种精神呢、啊。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一气不自生。这空性当中种种的缘起，但是这个缘起里却不去，没有一个所谓的自己。所以说缘起性空的，所以天地，因为它能长久，因为它没有一个所谓故此自我的，故能长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圣人本来没有想要做圣人，他与道空性合在一起，反而光其又光啊，就像孟子这个形容一样啊，一个人当虚其心与道合成一起的时候，就合其光的时候，他然后他就会大，哎，他自然的放光，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叫龙天推出。不是他自己要出来，种种的因缘要推他出来，他本来后期生的，他反而无形当中，你比如说他要处低下的，他要处虚无的，他反而因为这个虚无反而壮大了自己，反而因为他低下反而让他的道体与道相合，却能够跟天地同行，所以这时候反而在人群之间他是最高的了，哎，外其身而生存，像有的人他能够整个把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归因于道，归因于众生的时候，他本来没有在乎他的身体的，但是却怎么样，哎，就外其身而生存，他没有在意他的身体，反而使他的更大的一个身体产生了，他没有在意他这个小我的时候，他反而一个大的我产生了，所以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他本来是无私的，本来是无私的，但是正因为他这样的无私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他要亡身灭己，把自己的超越自己的身体啊，是消灭自我。他本来这个里面是无这个所谓的私的，私是有阴暗面的，因为他反而受了无私的缘故，却成就了他的大我。哎，没有阴暗面，而是一个纯阳的纯阳之体。哎，所以故其能成其私。这个思是什么？这个思跟前面思不一样，前面的思是小我的思，是阴暗面的思，这个思是什么？它没有灭消失掉，它反而成为一个大光明的，它抛弃了黑暗，它反而成就了光明。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己与道也。居善地，心善焉，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尤。这个就讲什么？这就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延伸下来。这个《道德经》里面81章，为什么我说到哪里算哪里？三节课讲到哪里算哪里？哪一章都够你这一辈子学的，了生脱死足够了。哎，都是这样，有这么伟大，佛经也是这样。哎，但是如果呢，就比如说你得这句话得利了，那自然联想有更高的境界嘛，那下一句话就有用，对你来说。佛经也是这样，不是说哦，我这一本佛经读懂了，我其他不要读了。那佛为什么要说那本经？这有那本经的意趣。所以你读懂这本经了之后，那本经会开拓你更高的境界。就是你修到那么高的境界，也需要佛的经典来给你印证，说明你这是不错的，让你心中有底。哦，这样子。这样子，佛确实在经典里讲到过。哦，是这样子。第8章，上善若水啊，所以作为世间的圣贤呢，它就像水一样。水善，水它有它的好的一面，利万物而不争。水是不是？你们喝的那个汇聚甘露水是不是水啊？然后你们洗澡用的是不是水啊？不管你喝在嘴里，滋养你的这个啊细胞啊发肤，还是用这个水啊滋润你的身体啊，洗除你的污垢。哎，不管你是用水去洗你的脸，还是用你的这个水来洗你的脚，这个水有没有嫌弃啊？有没有说哦，我洗脸可以，洗脚我不愿意，那脚是臭的。他有没有啊？他没有。他没有，所以利物而不争。哎，处众人之所恶，处众人之所恶什么意思啊？因为水是往低处流的，人喜不喜欢住的低处啊？人不喜欢，人是往高处走的。但是水呢，却处众人之所恶，它是往低处走的。故己与道矣。它和道非常的相应，哎，这个水啊和道很相似，所以居善地，所以我们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一个要追求圣贤的人，应该怎么样？要像水一样，居于善地，心呢要像深潭一样，心善渊，渊那个潭水啊是澄清不动，哎。心如这个止水，对不对？所以心善渊，于善人，言善信，甚至我们帮助别人，我们推动这个社会，啊，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所有的这些善，种种种种的这些善，是靠什么？是靠你跟。道的这种善在一起，哎，就像我们念佛的人，度摄六根，摄意根，摄耳根，摄眼根，摄鼻根，摄身根，靠什么摄？靠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而摄。善所有的一切善靠什么善？靠道本体之善。道本体之善如水一般，他用水来比喻这个道的善，因为道本无限无形无相，虽然善于一切处，却无形无迹。他这个用水来比喻，所以你倒了方的杯子里，水是不是方的？倒了圆的杯子里，水是不是圆的？水是不是执着？我一定就是方的，有没有？没有，水不执着自己的行动。随缘入缘，随方入方，处众人之下，哎，
在一切当中，虽然啊，这个无形当中润物细无声，却从来不没有一个水我怎么样？哎，所以这个来比喻这个道的善。所以一个人如果能跟道在一起，他自然就会有善，就有这种善。这有这种善的时候啊，他自然他住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会善。他心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善，自然是善。他表现在外的时候，身体也是善；表现在语言的时候，语言也是善。他对人的时候，他显现出来的也是那种啊正也是善，啊正善治。做事情的时候，他也体现出这个四善能。所以不管是地利还是时间，他都处在这个善当中。哎，为夫不争，故无尤。因为他是。是如道一样的这种善，这种善是无为之善，所以它并不是有为的这种善，所以并不会有任何的反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对它，因为它是无为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所以它不会有对立面，故无尤，无尤就是没有，不会有嫌弃它的，不会有人嫌弃它的。哎，第九章啊，我们一起读来。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随身退，天之道。天之道是什么道？无为，坐而无为，无为而坐，生生不息，却没有一个什么，他这个一个主观的要怎么样？哎，没有这样的。所以持而盈之，比如说你安住在这个道里面，哎，持这个是持道，持的道里面自然就会怎么样？就会生长。长要长到什么程度啊？长到满出来了，还不如不那个。所以为什么道会绝掉？为什么我们现在说继千古之绝学？为什么这个学会绝？就是因为这个世间的根气不具足。啊，你教他一个好的方法，哎，倒不错。他弄了这个方法，然后去害人去了。哎，就像那个龙树菩萨前妻一样。龙树菩萨前期也学这些外道，学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学到可以隐形，隐形人，然后做了隐形人怎么样？到皇宫里面去。哎，他到皇宫里去了，因为什么？皇宫里有美女啊。对呀、啊，他几个人一起学个外道的，其实几个人都修成可以隐形了，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跑到皇宫里面去啊。然后还奇怪了，那个皇宫里那些宫女就无心，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都怀孕了。哎，然后就这个皇帝就发现不对，就派这个武林高手啊，就在这个皇宫里面就知道大概是有这种隐形人来，就拿刀砍，结果有他的同学当中有，就是好几个全部被当场砍死，虽然看不见，刀会不会把他砍死啊？还是砍死，一砍到一流血，这个人就现出来了，所以当场被砍死。就龙树当时哎呀很恐惧啊，最后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发愿，如果我能走哎，他后来就跟着一个，他就尾随着一个高手后面，就跟着贴，紧贴着他，就贴着他才跑出来的，就他一个没被杀掉。他就吓坏了，哇，我们好玩一样学一个方法，你看学会隐形然后做坏事，哎，如果你要学到学到会隐形了，你会去干嘛？你会干嘛？哎，所以有些方法就不传嘛。那如果你持了这个之后，然后成为你的长处，成为你的长处之后，然后你怎么自满骄傲了，反而这个反而害了你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道它有两面性，就像这个刀，你这个刀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
所以佛教里面就是说，要有个成法器，我们要忏悔业障，要发大愿，要决定自己作为一个什么人，然后慢慢慢慢的佛才会加持你。佛经你也会读，你也同样一样读佛经，但为什么有的人读了不懂，有的人读了就懂？因为作为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老子他还活着，老子现在在不在？他在。你读了他的经，他要如果需要让你懂的话，你读了他的经跟他结缘了，他看这小孩我适合不适合让他懂这个道理。如果可以让他懂，他就让你懂；如果你不配懂，他就不让你懂。所以懂不懂决定在你自己，懂这个道理吗？懂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要发愿，要忏悔自己的业障，要发愿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哎，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是那坏人，要得到这个，那还了得了？所以宁愿把这个道灭掉，宁愿不要有。那你本来你只是在人间坏，坏到后来人间有行为制约的，抓到了，大家抓到把你枪毙掉了，你就行了。你否则的话呢，你坏，你有本事了，枪也打不死你。哇，你会变化，你会有神通，你不单单在人间大闹，你还跑到闹天宫去了，大闹天宫去了，那还了得了？这个法它都在，但是你怎么获得法里面的营养，你得到法里面的利益，这决定在你，决定在你。哎，所以佛一直把方法留在这里，但是也是接引的人，也是看着你这人合格不合格。哎，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要成为我们佛教里面叫法器，你是不是一个可以承接法的？就像我们这个矿泉水、甘露水，你拿个瓶子去接，你的瓶子是干净的还是脏的？如果是脏的，里面吐过痰的，别人吐过痰的，你拿去接，你能不能喝啊？不能喝，是脏的。如果你这个瓶子这个底没底的，你去接还能接到吗？对啊，就漏掉了嘛。如果你这个瓶子拿去接，你那个口不朝上，你把底子朝上怼去接，能不能接到？不能，接不进去啊，对不对？那我们甘露水是不是常有啊？甘露水是不是一直有的？但是你那个瓶子没搞好，你能不能得到喝的？又得不到喝的。所以你要去接甘露水，必须你把瓶子要那个。你们今天来寺院里来夏令营啊，来夏令营，我们里面的这些课程是值得我们这个用这整个的一生去学习的。但是以后再学，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开始，不是说哦，夏令营几天课上完了，是上完了吗？刚刚在你生命当中只是一个开始，让你们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然后慢慢的跟道德经相应，跟五蕴论相应，跟白法明门论相应，那个真理之门永远敞开的，你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了。哎，这样子。所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呀。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法明明是好的，但是你并没有具足资格，还不如不给你。反过来从你自己个人上呢，如果我在这个道里面，哎，这个道把我长养得很好啊，精气神充足，这时候满出来了，然后自己也不那个了啊，这个反而这个道反而害了你了。哎，这个真理就像科学一样啊，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如果你安住在道里面，然后你把这个我长养的我，把我长得越来越大，那走不远的这条路。就像我们出家人天天过的共产主义生活，哎，然后啊养尊处优惯了之后，这怎么样呢？那反而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出家人享受的所有一切的便利，不劳而获，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是我们主题要明确，我们是为了处在这种状态当中，长养出更高的智慧而分享给人类，分享给一切众生，而让我们心起无缘的慈，同体的悲。如果你忘掉这些了，哎呀，这还蛮开心的，
别人种地的挥汗如雨，那些小工啊挥汗如雨，我们倒天天很好，哎，甚至师傅还给他们房间都装上空调，哎，正好不错。这样你会长久吗？不可能长久的。不单单天堂里没有你的路，以后人间都没有你的路。我们父母亲对我们这么好，然后把我们养得一身娇气，娇生惯养，然后啊吃不得苦，你能够长久吗？你那一辈子就靠爸爸妈妈的爱过活吗？不可能的。爸爸妈妈的爱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你要趁着这个爱好好的自我要成长起来，哎，这个才行啊。瑞，这个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好像，哎，在我们佛教修行里面叫真上慢，真上慢，我真上慢了反而那个，所以佛在《妙法莲华经》里也讲的，哎，执着那个幻化的成为真实，真上慢人，这个路走不远的，这不是究竟，不是一条，就是说一条究竟的路，啊。啊，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如果你不是跟道在一起的话，你没有体解的道，皈依在道的状态里，虽然你有一时的福报让你金玉满堂，子孙很多，但是跟你相干吗？你杀手死去的时候你能带走什么？哎，一般般金玉带不了，子孙你也带不了。有我们有物质，我们最喜欢的那些啊物质啊，我们最喜欢的名誉啊，甚至我们都很执着的亲朋好友啊，但是当你死亡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可以跟你走，物质根是不会跟你走，名誉也是早就灰飞烟灭了，然后亲人最多把你送到坟墓面前而已。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如果我们自己要追求这个物质的，追求物质，我们现在一样的哦，科技的时代，我们追求物质的发展，然后觉得我们人类自己觉得不错了，然后觉得我们是进化的结果，自遗其咎，马上2012就会给你颜色看，你认为你人你怎么样？哎，功成名随心身退，哎。所以虽然我们在一个道去在道中长养，在道中光华我们的生命，却不自居，这个是始终符合于大道的，所以天之道。有的人是前面符合于道，后面不符合于道了，变质了，所以前面都是讲变质了，哎，所以我们要在道中去长养，哎，任我们的生命博大却又不拘，所以要始终都要在道中，不要光半途而废。前面得道，前面在道，然后得到道的资助长养，哎，然后变质了，那就糟糕了。第九章是对我们的警策，不要我们犯这个错误。这个老子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什么是道了，连天地都从道中生出的，我们是天地生的，我们现在反合于道了，现在我们跟天地是同名的了，所以《三字经》里就有这句话：“天地人。”下面一句什么？哎，三才也。反过来，人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不懂得这个道理，道理道理，我们讲的道理道理，原来我们讲的不懂得道理的道就是这个道，老子讲的这个道。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的理，就不能够称为人了，你就不能够与天地并称了，哎，所以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人呢，要学这些，然后呢，这个老子这里也警惕我们啊，告诫我们不要虎头蛇尾，哎，有的人比如说到庙里来这段时间，如果你如法，他就产生消灭很多的业障。你不过这几天以前他也不是很精进，不是很如法的，也有一些业障，来到庙里了，这个氛围就把它消业障。有时候有的人肚子痛啊，呕吐啊，上吐下泻啊，这些都是消业障，过去的恶业消掉了，
你要庆幸，这是瑞相，这是我们群体的加持，你才有这个瑞相。你要欢喜心接受，你不要，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我要回家了。那你糟糕了，你加持的就是有瑞相了，反而变成你对退步的原因了。哎，你要高兴，哎，我这个上吐下泻，这是好的，把业障都消掉了。这是来参加法会的功德的加持，才让我消了这个业障。你要有欢喜心来接受它。那有的人呢，还如法，在这里种下了善根，培下了福报，回去你之后啊，功成名就，哎，功成名就，甚至能赚大钱，以后能做大官。今天哦，现在这次培养的你们的这个福报，以后你们的前途无量哦。但是你们做大官了，发大财了之后怎么样？又忘掉自己修行了，又忘掉这个道了，然后啊，喜形于色了，然后啊，这个忘本了，啊，有钱又开始什么叫富贵而骄，骄慢了，骄傲了，欺压百姓了，用你的富贵去欺压别人，哎，用你当的官去啊，徇私舞弊，贪污受贿，那反而害了你了，懂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要有头有尾啊，把我们一生都要付诸于这个行这个当中去。所以我们皈依佛门叫尽行受皈依佛，不是说啊佛门这里啊这个临时抱佛脚，抱了一下求了点福报，然后又做坏事去了。那反而那佛，所以佛久的就不理你嘛，啊你这个你没有用的，加持你反而让你变得更坏，哎。所以好人也来求佛，坏人也来求佛，赌博的人也来求佛，买股票的也来求佛。为什么有的灵有的不灵啊？就是这个道理。真理也是有人格化的，真理的人格化就是佛。道是有生命的，道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爱因斯坦就讲了，这个宇宙它有一个整体思维。所以他就理解到佛是什么，佛就是这个宇宙的整体思维。我们只是用逻辑在推，但是这个宇宙的整体思维的佛，他是不需要这种推理的。哎，所以爱因斯坦用他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什么是佛的时候，很伟大。哎，我们也很值得去参究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第九章，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哎，所以听经你还要发广大心，不是我个人坐在这里，至少我是姓张，我姓李，我代表我整个家族历代祖先坐在这里听，代表我的以后的子子孙孙坐在这里听，代表所有我吃饭穿衣所有的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众生为我们服务的人在这里听，知道吗？哎，要发广大的心在这听，所以听完了之后再回向，把这个听经的功德普及于一切，我和一切有缘的众生皆共成佛道。啊，好，阿弥陀佛。大道上，空等觉。
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如果上师是你的医护，你将到达任何你想要到达之处。听闻的人们啊，对上师升起前进心，作为踏上道途的盘缠。上师如同地面，从不离开我们旅踏的双足。上师带领我们通往正悟，从不令我们失望。受了大气的衬托，飞机可以迅速地把我们带到步行无法企及之处。借由虔诚心的支持，上师的加持，能够很快地带我们走向正悟。法这个字的其中一个意义是衬托物，它支持引导那些怀抱信心一心向法之人。一个被水势湍急的河流冲走的人，可以被一只强健结实的手拖拉上岸。同样的，只要我们向上师出示信心之环，那么上师的钩子便能够把我们从生死轮回中拖出。从声闻乘上至大圆满，无论是在佛法的哪一个阶段，没有一个弟子能够在缺乏真正上师的引导下修持。仰赖一个具德的上师，